世界棒球盛世2023棒球经典赛中华队所属的 A 组小组赛，即将要在3月8号在洲际球场开打。为了给予为国争光的球员们应援，业者推出打击场相关的优惠活动。国立民众以行动为球员加油打气。大鲁阁因为旗下的棒垒球打击场长期以来都是支持国球的发展，那我们也透过这一次的应援活动，我们邀请全省的球迷一起来到大鲁阁的全省的场馆来为中华队加油。只要当天来到现场的，我们这个提供这个天天免费打的活动，也就是我们会提供一局的体验，让来场加油的球迷都能够亲身体验棒球的乐趣。除了棒垒球打击场之外，其他娱乐设施也有优惠。业者推出一系列的宣传影片，其中更邀请到棒球美少女 Lolo 娄继涵担任形象大使。第一次挑战拍摄广告， Lolo 本人表示相当新鲜。受到广告的邀请，我真的非常的惊喜。我记得当时是15秒的广告，我们拍了大概有6个多小时，真的是非常辛苦，而且当天很冷很冷。一次非常好的机会，然后也希望大家可以就是一起到大鲁阁给中华队加油应援。在现在这个后疫情的时代，民众可以走出户外。企业推出经典赛期间天天免费打的活动，同时也成立第二转播现场。号召全民在享受运动乐趣的同时，也可以借由行动来为在经典赛奋斗的中华健儿们加油。YT 台采访报道。